你叫什么名字？叫我 King 就可以了，网络上人都这么叫。那你的 Queen 呢？ BBS System 电子布告栏，早期只在学生族群中发展，没人知道 BBS 是如何成为现今最热门的网络论坛。但可想而知的是，有不少人只是想当个凑热闹的乡民。版主、站方，全都是一群低俗的人在掌控 BBS。今天，我要揭发他们最丑陋的一面。我们怀疑你收买 K， 窃取企业机密，以作为你撰写新闻的题材。BBS 前几年有做过整合，所以有用过的账号应该都可以登录哦。这样子啊？只要你们继续玩。站务，我们有必要回答你，不进去。你太自以为是，别人讲话你耳朵听不进去，都几岁还找不到工作，你的前途到底在哪里、啊？你不要再讲了啦！你是女皇对吧？那种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做法，跟你完全一模一样。你们还是不要这样比较好吧，毕竟这只是网络上的事情。新来的少读书了，得罪下面就是要接受制裁。我不应该说出那样的话，但是每次都在电脑前面，在网络上匿名说别人坏话，说别人丑，你们又多了不起了？知道得罪全站的下面会有什么下场吗？干我屁事！如果有一天我们居然越来越远，当我需要你的时候，我还陪我吗？如果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正义，那我将化为地狱的业火，将这个地方燃烧殆尽。